你叫什么名字呢？陈佑福，尔东陈，保佑的佑，幸福的福。你读过幼稚园吗？没有。那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？会，妈妈考过我的，我认识1566个字。这么厉害，那你能给我们写写吗？嗯。写的真好，你会算数吗？会。那我考考你。嗯。来，试试。你真聪明，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？先乘除，后加减。你父母来了吗？没有，我妈妈卖鱼去了。那你怎么知道来考试呢？爸爸叫我打酱油，我跟着小朋友就来了。你父母都不知道你来考试呀？我家里穷，爸爸生病，妈妈打鱼，没钱供我上学。我想上学。哎呀，爸爸还等着我买酱油呢。老师，再见。哎，你等等，小朋友，老师带你去见校长。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陈佑福，妈妈叫我阿福。我和几位老师都考了他，他很聪明，三年级的科目他都会，而且还会1000多个汉字呢。哦，他有你说的这么聪明吗？要不校长您亲自考考他。好，小朋友，那你给我朗诵一首《满江红》怎么样？好啊。怒发冲冠凭栏处，潇潇雨歇抬望眼，仰天长啸壮怀激烈，30功名尘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，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。好，好，好孩子，你可真棒啊。卖香烟，香烟，卖香烟，老师，香烟，现在买了香烟了。卖香烟，香烟，老师，卖香烟，香烟，卖香烟，香烟，香烟，卖香烟，香烟，现在买了香烟了。卖香阿强，见到阿福了吗？没有。阿健，见到阿福了吗？没有啊。他没来你这打酱油啊？没有。这孩子等他打酱油去，这么长时间。爸，你到哪打酱油去？他这么着，把人都急死。考上圣美德小学了。圣美德，圣美德，跟哥一样说话不太吊上。你家，爸爸妈妈，让我去上学吧。Thank you.
我攒了一点钱，是给你爸爸治病用的。钱呢？ 钱呢？阿寿，阿寿，是你拿了这里面的钱吗？啊？跟我说，你拿这钱干什么用去了？你不知道这里面的钱是给你爸爸治病用的吗？ 你说话呀！拿钱干什么用去了？办什么去了？我告诉你，他去赌了。阿寿，你说你对得起谁呀？你还值钱吗？ 阿寿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我从小就教你读书，就是想让你长大有出息，你怎么能去赌呢？ 你抬起头来，抬起头来！你长大了，全家人都指望着你支撑着这个家呢。你看看你爸爸，你看看你爸爸，他为了救大伙儿九死一生。 露了这么一身的伤，你怎么能这么没出息呢？你，爸，我断了！爸，你别动！我断了！小，断了我！断了！爸，别！阿雄，给你爸搬凳子过去。爸，你别着急，爸。 爸，你怎么了？爸对不起，爸，我叫爸，我没你这儿子，没你这儿子。阿翔，你别怪孩子了。 孩子他没错，是我不好，我没教好他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更对不起阿寿死去的妈妈，是我错了，我犯的错，就让我来承担吧，妈。 妈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去赌了。妈，妈是我的错，妈，我再也不去赌了。我以后再也不去赌了。妈，妈，我再也不去赌了。妈，我错了。妈，我错了。
再也不去赌了，我再也不去赌了。妈相信你，你能改，对吗？不会再去赌了，对吗？不会的。你告诉妈妈，你能改。我能。妈，妈，你睡着了？我想跟你说件事。什么事儿啊？说吧。哥哥，他现在天天都在码头上帮人家搬东西，很辛苦，每天晚上倒头就睡。妈，哥哥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他嘛，好吗？你跟你哥哥说，只要他以后不再赌了，妈妈不怪他。嗯。阿强，阿父上学的事儿，我还想再跟你商量商量。我怕错过这一次，会耽误他一辈子。都怪这个该死的阿寿，也怨我。上次发现他去赌，不该瞒着你啊。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，别再提了。弄得阿寿一天到晚六神无主、愁眉苦脸的。他还愁眉苦脸呢，我还没揍他呢。我一想到阿福上学没钱交学费，我就想狠狠地揍他一顿。我看他这次啊是下定决心要改，每天陪我去捕鱼，又要到码头当搬运工，一天到晚累的呀，回来倒头就睡，也不跟我们说。这都是阿福悄悄告诉我的。我还去找了阿龙，我看他也挺后悔的。他们都知道错了，知错就改就行。不小了，该跟吴老大出海了。那不行，还是太小了，等等再说吧。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就出海了，不经历风浪能长大吗？往下面点，对。不说他了，还说说阿福上学的事儿吧。阿莲呐，我一看到别人家孩子能上学，还能上个好学校，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。你说我们阿福又聪明又好学又懂事儿，你说我，我打听了一下。圣彼得小学是个好学校，不过大多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，学费太贵了，我们没钱呐。阿翔，你还记着这个吧？哎呦，这个我怎么能不记得？哎呦，我以为家里困难，你怎么就给卖了呢？
不到万不得已，我是不会卖的。卖了，卖了，让阿福上学去。你还要治病呢？不治了，血必须要上，就这么定了。定什么定？血也要上，病也要治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不是我连累了你啊，这些年让你吃太多苦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从嫁给你啊，我就没后悔过，我觉得我没选错。哎呀，我要知道我现在会是这个样子，当初打死我都不会让你嫁给我。你说我现在怎么就出不了海关？行了，以后这种话不许说了啊，想都不许想。你看看我们村有多少人出了海之后就没再回来过呀。要跟他比，我们要去感谢天后娘娘。我谁也不甘心，我要谢的就是你，我这一辈子都欠你，真的欠你。那你就好好养病，看看你说着说着还哭了呢，怎么？哎呀，你说小的时候我也不是这样的，家里人打我都不哭，因为老了，这眼泪。听啊，我听。明天呀，我就去学校。太漂亮了。年轻人，可不可以帮我搬行李？当然可以。谢谢。Hello， 哎，勇。大爷，勇。Hello， 总。哎呦，好久不见呐。好久不见，你的中文水平越拉越高了。那当然啦，你可不知道哦，这汉语啊魅力无限呢、啊。哎呦，你看你的啊。哎，阿寿，帕拉索叔叔好。叫我帕拉索吧。你们认识的？那当然了，这孩子的父亲呢、啊、是我的好朋友呢。哦，对了，阿寿，你今天早上没有跟陈嫂出海捕鱼吗？哦，我刚和我妈捕鱼回来，我就来码头搬行李了。诶，现在肯叫陈嫂妈妈了。来，跟我们两个一起去我的修理行去啊！来，好，走。我想让阿福去读书，可是又没钱，所以去赌博，但总是输，不仅连我的钱输了，连我妈妈给我爸治病的钱都输了。阿硕，你有没有想过跟我学修船？学修船？就是说你拜我为师，我收你做徒弟，
你来这里上班，赚的钱呢，阿福就可以上学了。可是我听说人家收徒弟是要收学徒费的。你放心，我不收你钱，你来这里上班，我还给你工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真的？那当然真的了。你看，我好朋友祖翁也在，那祖翁作证。对，我作证。你看，哎，但是我听说什么师傅徒弟那个东西啊，要有一个什么师傅礼。嗯，赶紧去你家去，跟你爸妈说，晚上在你家就搞个什么什么拜师礼，啊，这样你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。这，这什么呀？来，赶紧的，这个我看呢，拜师礼还不够呢，让你妈给我做几条鱼，好让我呢也招待招待上我这个朋友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去，来，我来帮你，让他拿吧。谢谢啊，来，这下又有鱼吃了嘛。陈太太，你家里的情况，老师们已经向我反映过了。唉，我也知道，你家里是非常困难的，丈夫身染重病，全靠你卖鱼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，这些我都能理解。可是，你有这样一个好孩子，又聪明，学习又好啊。他说这些呀都是您教的。哎呀，陈太太，你可真了不起呀。咱们商量一下，我觉得还得让孩子继续完成学业，您看呢？校长，我家里的情况你也大概都了解，我丈夫他身患重病，实在是没有多余的钱供孩子上学。陈太太，你别说了，根据孩子目前的水平，可以直接上到三年级。如果他每年能考到前三名的话，他的学杂费可以全部免除。你看呢？校长，太感谢你了。陈太太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不用谢。要谢呀，应该先谢谢孩子，他可是一个读书的好苗子啊。张嫂，张嫂，哎，太太，什么事儿啊？张嫂，你到渔村去一趟，去看看阿莲。好的。哎呀，我总觉得对不起这孩子。太太，这有些事儿就是上天注定的，您也别太自责了。不知道阿祥对阿莲好不好？这天底下哪有不吵架的夫妻呀？太太，您就放心吧。我相信阿祥会对阿莲好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样，家里还有一些点心，你带去给阿福，说话要注意分寸啊。哎，好的。阿莲，阿莲，哎呦，张嫂，快进来，进来。阿强，嗯，阿莲呢？去那个圣彼得小学了。坐。好好。这阿莲去圣彼得小学。嗯。哎呀。这个小阿福自己偷偷的去参加考试。居然考上了。那校长还说让他直接读三年级。哟，这小阿福还真厉害呀。哎，都是阿莲教的。阿祥，嗯，
我想。有事吗？就上一次少爷来你家。哦。哎呀，那都怪我。都是我太混了。你说这胡乱猜忌阿莲几乎不会。你告诉太太，让她放心，我会对阿莲好的。那就是。这阿莲啊，从小就在万家长大的。太太对她呀，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。这少爷吧，跟她也像兄妹似的。可这外边人不知道什么内情，还以为有个什么事儿呢。你不同啊，你要相信阿莲。这再说了，阿莲跟你这几年啊，可没少吃苦吧？这太太和少爷不也是看着心疼吗？哎呀，张嫂，这些我都明白啊。放心，我会好好待阿莲的。这你啊，娶了阿莲可是你的福气。啊，这点点心啊是给阿福的，也算啊是太太的一点心意。这都不好意思。你呀、也要好好注意身子，这养好了身子可是对阿莲最大的支持了。你可别忘了，你才是家里的顶梁柱啊。哟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这于兰还有事呢，我先回去了啊。那个，哎呦，我这一高兴都忘给你倒茶了，喝杯茶再走啊。你呀、别忙活了，这于兰还有事呢，你呀、就在家好好注意身子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张嫂，张嫂，你看，那你代我谢谢太太啊。哎，你说这。哎，阿翔，嗯，哎呦，帕拉索，阿翔啊，这是我的朋友祖王、他是来澳门教书的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阿翔啊，我今天要收徒弟了。收什么徒弟啊？我呀，想收阿寿做徒弟，让他跟我学修船，你看怎么样？他行吗？他不行可以学嘛，哪个生出来就会的呀？哎呀，你我太感谢你了！你说这个，跪下，给师傅跪下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不用了啊，我们那边不流行这一套的。那个，那这个就多拜师礼吧，阿翔，你看。我都准备好了，你呀、今天就让陈嫂下厨，让我这个好吃的鬼佬大吃一顿就 OK 了。爸爸，阿福去哪了？在外面玩吧。你去看看妹妹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一人一块啊。嗯，去吧。慢一点啊，这路不好走。前面就到了啊、妈，崔老师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阿福，老师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等开学了，你可就是圣彼得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。真的吗？妈妈，我真的能去上学吗？只要你好好学习，不但可以成为崔老师的学生，还可以拿到奖学金。妈妈，我一定会拿奖学金的。老师相信你一定会做到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崔老师，去我们家坐坐吧。走吧。我要妈妈，我要讲故事。爸爸给你讲故事啊。我不听，你讲的不好听。奶奶讲的好听啊、快，你爸找你呢。啊，好。熊仔跟奶奶玩啊，奶奶给你讲故事，给你唱歌。
该公仔美弯弯，做人三婆生艰难。那什么叫该公仔呀？该公仔就是大公鸡的仔仔喽。那什么就要叫大公鸡吗？大公鸡就是你爸爸。哈拉所长，哎，阿寿，你怎么来那么早啊？我刚和我妈打鱼回来。是吗？这刚才你叫我什么？帕拉索，帕拉索，这中国人不是有一句吗？我把你收了徒弟了，你不就叫我师傅吗？这真是的。好，你来那么早，我先不修理了。这样吧，今天我来教你点东西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看看这好多啊。先教你这个。这个可重要了，你知道什么东西吗？不知道。哎，这就是马达。这就是马达呀？那当然了，在欧洲啊，几十年前都有了。哎呀，所以说啊，我们这边呢打鱼真辛苦。不过装上这个，你家可以捕更多的鱼，那我呀又有更多的鱼吃了。来来来，往那边看看。来，曼云，你怎么也不说一声就自己回来了？害得我一个人在赌场那里呀、啊！好在呀、啊，我手气不错，要不然我一定要让你请客赔罪。唉，别提了，我是给气回来的。又怎么了？谁又气你这万家的少奶奶了？哼，还能有谁？不就是我那个老公呗？居然被我发现他跑去找他家以前那个丫头幽会。真看不出，这万先生会是这种人。哼。那个丫头头一天还在他家，我一去他就走了，全家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，唯独瞒着我一个人，把我当傻子呢。哎，男人在外面花心也是常有的事，你不用这么生气，反正那丫头也不会影响你在万家的地位呀。行了行了，不要提这些烦心事了，你们今天啊一定要陪我打通宵啊，奉陪到底。你真的要劝劝曼云才行啊，好好的一个女孩子光打麻将什么都不管。谁知道你姐还会让那个丫头跟阿红继续来往啊，换到任何一个人都会发脾气咯，那怎么能全怪曼云呢？曼云和那个丫头有什么可比的呀？阿林这个丫头啊已经嫁到渔村做了旦家女了，她还担心什么呢？好了好了，我劝劝她，让她把脾气改一改咯。那个孩子还小啊，没妈不行啊。我也不知道他会变成这样。不早了，他回来啊，你这样和曼玉好好谈谈啊，让他给阿红道歉啊。香港不能没有阿红是不行的。我上去睡了。阿福，看，哇，真好看，好看吧？嗯，来，背上给妈妈看看，这才像一个学生嘛。真漂亮。妈妈，这真的好好看。阿福，看，哇。这些书是妈妈小的时候读过的，你阿寿哥哥小的时候妈妈也教他读过，现在你上学了，我就把这些书送给你好吗？好，谢谢妈妈。
阿翔，陈嫂。哎，帕拉索。拉索。哎呀，这么晚来，啊，有什么事啊？哎，兄弟，我们的小阿福啊，不是要到那个圣彼得小学当学生吗？啊，我今天为他准备了一份礼物。你总是那么客气，快去给你帕拉索叔叔倒水。嗯，来坐。好好好，来。哎呀，帕拉索，又让你破费了。有什么？来看看就行了，还拿什么礼物？你说你，我们不是兄弟吗？啊，你怎么老跟我说客气话？这算什么呀？啊，对，兄弟，好兄弟。哎，哎呦，谢谢啊，小福，你看看。这是帕拉索送给你的啊，我给你打开，你看喜不喜欢？你看，哎呀，这么漂亮啊！啊，哈哈，还不快谢谢帕拉索叔叔！谢谢帕拉索叔叔！哎，别啊，我还是喜欢小阿福叫我好吃的鬼佬了。还是看情况吧，我是想回香港，不过日本兵现在在湾仔摆兵布阵的，我也真是担心澳门。像这澳门也有不少难民，米价每天都涨，没办法了，国难当前。爸，你也别想太多了。行了，你们父子俩别说了，快吃点宵夜吧。老爷，吃点宵夜吧。哎，老爷啊，今天出了个新鲜事儿。哎，张嫂，你说吧。哎，老爷，我今天去渔村看阿莲了。阿莲的女儿阿福啊，自己跑去考学校，居然给考上了。哎呀，这一考不得了，成绩可好了。那个老师啊，都让他直接读三年级呢，学校连学费都给免了。是啊，这孩子我见过，的确很聪明。来，吃夜宵啊！阿福，粥煮好了。爸爸妈妈还没起床呢。你们两个人干嘛呢？哎，妈，你醒了。妈妈，爸爸，这是你们做的？爸，他连中午的菜都洗好了。这什么呀？这是粥，真香啊！啊，您先洗把脸。哎，你们睡了几个小时啊？阿福，今天还要上学呢。开学第一天，心里紧不紧张啊？不紧张。要不要妈妈送你上学呀？不要。哟，书包都背上了，这么高兴啊你啊？坐下吧，来，妈，你先尝一碗。阿福，这是你的新书。不，李老师，我还没交书费。我已经替你交了。李老师，你好好学习，这比什么都好。我帮你装进书包吧。嗯。李老师，哎，这就是你说的那孩子吗？对，阿福，这是胡老师，是我们班的算术老师。胡老师好。嗯，乖的孩子啊，听说你急救表很熟，能背我听听吗？你背吧。九九八十一，九八七十二，九七六十三。好了，真不错。阿福，我们该上课了。嗯。
走吧。阿总，吴伯。哎，二少。哎呦呦，吴老大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潘老总啊，我们顺风号马上要出海，哦，麻烦你抽空给我们检修一下。这有什么问题啊？马上就去。好。哎，二叔，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哎呀，吴大哥，你有所不知了吧？阿寿现在是我的徒弟。是吗？好啊。这徒弟不错啊。啊，二叔，去拿工具包，跟我一起去。好。啊。来，赶紧，来，来，赶紧。起立，老师好。同学们好。坐下。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，他叫陈佑福，大家掌声欢迎。